惊讶啊、就是人都很有礼貌，刷牙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一定会带内裤。你喜欢的内裤种类？四，就是四角平口裤。您饰演的好好。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睡觉之前做什么事啊？就玩手机打电动设计啊，然后游戏嘛，很小很烦恼的事情，就是跟粉丝见面会吧。王小岛就是我叫大陆，然后那老师都说我不读书，就叫小岛。我那时候在想当什么？哇，想要当什么？当一只猪啊！不要，当猪会被做来吃啊、鸟吧，鸟吧，就是可以飞来飞去啊，然后看世界啊。独行，独行鼠，独行鼠，土行鼠，土行鼠。蛇，这长得很可怕、啊。